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月子。然后这支影片主要是来分享大家我平常是怎么样采买东西的，觉得这样还蛮有趣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开始吧。一开始大概11:30到12:00，我会先去家附近的市场买菜或是买水果。那我通常会到附近的水果摊还有菜市场，就是买我常吃的东西。另外，我也会到全联。那全联这边镜头没有太多，因为我想全联还蛮多，所以大家应该都知道全联有什么。但是我这边大部分会买比较多进口，就是比较难买到的食品，像是洛梨还有奇异果。那我也会到家附近的华新街，主要买椰奶或是椰汤等等营养食材。那接着我下午的时间都是在家拍照或是试做，接着到晚上大概6:00到6:30的时候，我会去志光附近的黄昏市场，那也算是出来走走看一下天空，还有接触一下人群这样。志光市场如果你有去过的话，会发现种类很多，然后都算蛮便宜的，我觉得，然后地瓜也是。那接着我会到大润发锦屏店，就是在附近而已，就是去买一些类似包装食品，像这个是我最近很喜欢的杏仁燕麦奶。这边也有，就是我买过的纯的燕麦奶，这款也还不错，但是我更喜欢这个杏仁燕麦奶，所以大部分都是买它。另外你也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进口的橄榄油啊、意大利面啊，还有酱料。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接触一些异国的食材，你可以去大卖场看看，其实还蛮多的。而且有时候你会看到很特别的，像这个是车的意大利面，就是车的形状的，如果小朋友吃应该还蛮开心的。另外还有这个是我还没有吃过，但是还蛮想买来吃吃看，就是家里还有意大利面。通常都是家里都是这种，就是 spaghetti， 就是直面这样。另外还有一些进口的调味料，橄榄啊、青酱啊、番茄罐头啊、苹果醋跟白酒醋、红酒醋，大卖场这里应该都会有。就我所知，大润发跟家乐福都有啦。另外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调味料或是果酱。还有洋芋片等等，你也可以在这边看一下。其实 vegan 的选择还蛮多的，我觉得啦。还有另外这个我是一直想说要不要买来吃吃看，还在考虑。如果你有吃过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感想。另外还有大燕麦片，我有时候也会在这边买。那接着就到我非常爱的水果区啦，就是当季的水果。就是前一阵子拍，但是最近还是有，像是水蜜桃、李子啊。然后这个是蔬果区，我比较少会在大卖场买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塑胶袋装真的有点多。但是如果真的想要买，还是买。还有菇类的，我偶尔会买。另外就是另外一天看到的，就是有这种盒装的小盒装的蓝莓，新鲜蓝莓，大概价格落在60到80块，不一定。还有最近有的樱桃，今年还没有吃到樱桃。然后有时候菇类也会特价，像这种小包的菇。然后另外晚上有时候会有水果在这边出清。然后就是我爱的西洋芹跟生菜，但是西洋芹最近好还是很贵啊。是到冷藏区，冷藏区大部分会有素食区，但是因为这边大部分是塑料，所以我不太会看这边。然后大部分看的是豆浆跟豆腐。有人喝过那个米豆浆吗？我还蛮好奇它的味道的。那另外还有味噌，它也是非常棒的调味料之一。另外还有我绝对会买的就是盒装的嫩豆腐，有时候也会买家常豆腐，就看想要的硬度这样子，有时候也会买板豆腐。另外还有调味料，如果你是要自己下厨，我很建议你会添购主要的一些调味料，像是黑胡椒啊、白胡椒粉啊，或是酱油。说到酱油，我通常会看酱油膏，沾嫩豆腐就很好吃了。然后另外这边还有是大润发设一个有机区，我觉得还蛮酷的，就是比较特别。我记得好像家乐福也有啦，这边会有就是有机的糖啊、面粉啊，还有一些糙米啊、醋啊、苹果醋跟白醋，这边也会有。另外还有一些抹酱也会在这里，我有时候会来看一下，看有什么新鲜货这样。然后另外就是我在挑东西，然后还有这个是有一些茶呀、麦片啊、谷片在这边也会有，我觉得还蛮多元的啦。然后说到早餐谷片，又有另外一区，我也会有时候来这边看一下有什么就是新口味，想说可以买来吃吃看的。像这个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因为我还没吃过，但是听说有人说评价不错，还有新出的这些东西。但是有时候看到就是有奶制品，我通常就不会再去看了。我从蛮久以前开始就习惯是去看成分，就是想要知道里面有什么，尤其是 vegan， 它里面有奶制品或是动物性制品，我就不会再看下去了这样子。那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在意的是成分而不是热量，真的我不太会去看热量。然后另外还有抹酱跟果酱区，但是我真心希望就是大卖场的果酱区跟抹酱区可以再丰富一点啦。
这一排的果酱还蛮好吃的，我觉得。然后另外还有知名的 Nutella， 但是里面有奶粉，所以嗯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Skippy， 就是我先前有提到的，里面有掺植物油，它吃起来真的跟纯花生酱就不太一样。如果你有吃过的话，应该知道。第二就是结账付款啦，这边提一下，我觉得大润发还不错，就是有这种自助结账。没有任何合作赞助，只是觉得这样子还蛮方便的。然后之后回到家之前，我会先来摸这只狗狗。这只狗狗是就是在外面看到在笼子里面的。虽然有时候觉得它关在笼子里面很可怜，但有时候看到它，我会觉得至少它不用被杀来吃。嗯，我知道，就是看我影片的人有一大部分是 vegan， 想说你们会不会也有这种想法？这样就有时候我会这样去思考。Anyway， 总之就是这样子简单的带过一下我大部分会去采买的过程，那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。这也是我很喜欢就是出去散心的一种算是兴趣吧。哦对，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的新手表，这个是 Norgren 的 Native 加绿玲珑的表带，我很喜欢这个手表的造型，对，还蛮喜欢的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购买的话，我有与他们合作，用我的折扣码 BarrelLove 可以打八折，所以如果最近刚好有想要买手表的朋友们可以参考看看。那这次就先这样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